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， 欢迎来到 Vivian 的三语小课堂。新年快到了，大家都准备怎么庆祝呢？因为农历新年一般都在一二月份，作为留学生的我，每次都完美错过回家过年的机会，只能留在加拿大和小伙伴一起度过。每次快到过节的时候，我就会特别想念家乡的习俗。我的家乡是在广东广州的，在那边我们也有一些特定的习俗。例如腊月二十八这天，我们会在家里大扫除，寓意将过去一年的煤气一并扫走。普通话的说法是腊月二八大清扫，粤语我们会说年廿八洗邋遢。小的时候在广州过年，最期待的就是迎春花市，年三晚行花街，意思就是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，广东人全家都要一起逛花街沾福气，热闹的过大年。在粤语里面，行就是逛的意思，广东人也一般习惯把花市称为花街，所以有了行花街的说法。在南方，我们还有一个习俗，就是过年时一定要在家里摆一棵金桔树。这些金桔买来可不是为了吃的，而是为了一个好彩头，因为桔在广东话里读吉，与吉祥的吉同音，整体读作就是金桔。金桔树在我们那边象征着吉祥如意，财源滚滚。今天我教给大家广东话里常用的粤语俗语，现在我来请现场的小姐姐和我们一起复习一下吧。年廿八洗邋遢，年廿八洗邋遢，年三晚行花街，年三晚行花街，金桔金桔。好了，今天的 Vivian 三语小课堂就到这里了。每周三次，每次三分钟，教你轻松学语言，请你继续锁定新动力600国际台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